依家啲日子，我会坐喺呢度。我戴翻呢个口罩嘅，我去到边做紧咩都戴住佢。几小心都冇用。枕头仲有佢嘅气味，我谂我要再洗过先得啦。有时真系攰到我都唔知点样继续行落去。老公，可唔可以落街帮我买个椰菜啊？我头先落街唔记得咗买啊。我睇紧电视啊。
喂啊，那个口罩我的，你去买入口罩回来行不行啊？你不是说你买口罩的吗？你去买吧，如果不是呢，我就要再洗个口罩，明天再带回他来用的了。我真的想看你怎样洗夜法，你都没鬼用的，我受够了。 Give me a kiss. Give us a kiss. 你次次走都唔讲拜拜噶，你翻嚟啊！你次次一走就永远冇回头，又唔会望左，又唔会望右，净系会向前望。对唔住咯，唔好嬲好唔好？我下次唔会噶啦。Give me a kiss. Give us a kiss. He bought the mask. Now it's still there.都仲未用过，呢个就系我哋嘅口罩。依家啲日子，我会坐喺呢度。我估每个口罩后边都有佢哋嘅故事。我嘅秘诀就系睇下佢哋嘅眉头眼额，只要你细心观察，就可以睇到佢哋究竟系开心。定是不开心，他们在挣扎着呢，定是庆祝着。我要通过其他人的眼神去感受他们的痛苦，任何形式的痛苦。他们越痛苦，我就越感受到慰藉。只有这样才可以令到我每晚睡得着，除非我知道还有人在受苦，如果不是，我不会回去那里。我哋穷一生嘅精力去谂人存在嘅意义系乜嘢，而家我就用我剩翻嘅时间去谂下点解我哋会死。当你连眼泪都喊干，而离开咗嘅人都唔会再翻嚟，呢种领悟唔系好多人可以承受到。